这天猫啥时候来？还没出生了，老大会来我怎么？那我不知道，我得走班去。我一好了小白天，我说上午了整俩财务吧。啊，整俩财务。嗯，不吃了这，随便吃。啊，我不摘了，你摘吧。啊，叫摘吧，你去走。我去把那小白天摘摘。你看他们俩在地里的，慢慢走吧。好。咱走吧，走。嗯，也够一吃了，你看拉多了。行。要不说拉很多了，再转身吧，转身了再回去。行，我转身。今这天还不很热哎，今天不热是这上午嘞，这得热上热。Thank you.
我家吃的，看成的，看的好吃。行，俩俩的。你看我给你吃个食物，这还是稀罕啊。这一开始热乎的不能拿。我俩俩拿，这是别下食物的啊。挺热乎。好吃啊，这小菜头我好吃。口味不是菜我好吃。对，咱自己种的嘛，大碗要是。你说到这儿，人中午炒菜也能吃。至少吃好尿啊。这里吃了，至少吃了三盒呀。辣，辣的。那天咱们家里人，给关上，俺关上咱俩，俺娘孙子一直老在贴电视上送上去。那个在空气盖里，俺人。来。